第七题，有一电子由西向东水平射入于均匀的磁场中，如覆土，则该电子在磁场中受力的方向为何？这是要用的所谓的右手开掌定则，是所谓的电流在磁场中受力，电磁交互作用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比的是电流的方向，电流是正电在流动，而我们这题给的是电子，电子带的是负电，所以方向相反，所以电子由西向东就表示电流呢是由东向西，而我们的磁场呢是从 N 极到 S 极，在磁铁的外部呢是从 N 极直到 S 极，所以在这题是由上方到下方，所以我们的右手开掌定则要这样子来比，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手心呢是向南方，所以受力是向南，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则该电子在磁场中受力的方向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向南。